请你们杀了他，他说他现在很想死。你这疯子！你怎么能对儿子怪子的妈妈做这种事？议员，影片的内容都是真的吗？申俊英，不认得我了吗？你认识我？对不起，没能记得你。看来很快就会发布议员您的拘捕令了。救救我吧！请救救我！周一至周五晚间六点，未来戏剧台《Dr. Joe》三天药妆，任意依恋。